前面只有中路开吃呀，中路好像机会给的还行，三个向日葵，三千阳光，后边有一排玉米投手，面前的一排岛上级也得解决呀，这波希望来个厉害点的角色，能好好的吃吃阳光，破一破。可以，是给力的，干掉了两个导向机。哦，这个第二路有没有机会？不要当内鬼就行。OK， 被干掉还可以接受吧？这被干掉还可以接受。来，让我思考一下。这波上路看有没有机会，没机会的话，阳光不够多了呀。等一等，等下路走开，分析一下啊。现在来一个僵尸，来到下路，来个比较能扛的。然后呢，他能打掉这个玉米投手，然后上路再放一个星星火力的，只有这样子才能吃到后边的阳光嘛。漂亮，来个人顶的，漂亮，哇，全部按照我的预想在进行，这是可以的。那现在高坚果的话，肯定能通过这个第五路没问题。这第二路有个白眼星星火力，上路辣椒能不能被干掉啊？就差一点，黄油都投出来了，可惜。不然的话，我这个第五路只要打破过去，然后呢，我不停的往第五路放僵尸，别到第一路去吧，大哥。哎，吓死个人。行，但不过现在也是有机会的，不来演员好不好？啊！糟糕了，我求你了，小丑，你要炸现在炸，你别到了这会儿炸呀，能不能吃 ？OK， 吃吃了，然后过去好不好 ？Oh my god！Oh my god， 我机会又没了，有点难受，不过可以接受，好吧，好，第二路来个矿工过去，一路干掉，那现在相当于只有三路，并且只有第四路有攻击力，那这个第二路能过去就是最好的了，能不能上去吃两颗？我想多了，还是打这个第二路吧。OK， 虽然说没有获取机会，但是第二路能通关了，那现在重心就可以放在第四路身上，我机会感觉好像还够。一个小鬼，哦，一个扶梯能过去，能搭个梯子过去。OK， 过去了，完美。非要这么玩啊？非要这么玩？来，没事了，没事，来，你就把红眼给我干掉吧，啊，你干掉他吧，你就。下路稳了，反正这小皮帽绝不可能被一个地磁王干掉。哎，不着急，我还是给你放点帮手吧，好像感觉他真能给你干掉啊。不是吃黄油长大的呀，一个玉米粒也不给，全是黄油。还好，我后面跟那个高坚果，我感觉来个不能扛的都过不去呀，这家伙是真狠啊，一直扔黄油。主要是面前有个地磁王帮他扛伤害，那不过还可以接受啊，又是将将冷酷，拿下。